时候，就经常能感觉到自己好像这辈子有一个坎，一个课题，就是说很担心别人背叛嘛，那结果呢，这一辈子呢经常遇到就是别人背叛的一些事情，我想知道用活了正自见的话应该怎么去想这一块，就是很怕他被抛弃啊，被背叛。你只需要按着佛的直接去修正，这些东西会习气啊、欲望、恐惧还会有，但是随着你正量的获得，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响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小，直至到没有。包括你这个脏器，包括因为最后这个身体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小。现在你觉得有个脏器对你影响很大吗？你的某一个什么成分啊或化液的都会不，你要是说这个脏器没有了，某个成分不正常了，或者什么去化液学，或者是，但是你随着修正起作用的，已经你的心力能起到作用的时候，你用到真心了圆满的时候，脏器对你的影响很小，它就是个摆件，就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个摆件，它是生根嘛，身体嘛，就是摆在那儿，但是还在这儿，你的光明从里发出来，借六根而写发，那个时候很圆满。你活多久，活不活，你选择怎么样，这个六根不说了不算。对对，你就转了，你的心完全由你心做主，这就自在了嘛。你做主，生死你做主嘛。这就是佛当年涅槃的时候，他说我凭我的能力我可以留行住持很久啊，问阿难，你说再好了不再好了，阿难不是不自生他就走了，说因缘没有吗，说大家终生不留我嘛，我先涅槃去了，这开玩笑的，这个当然肯定因缘如此了。暂时不行，暂时你还不能抛弃西药，你继续先继续，就这么先不要想这些心肝脾肺的事了，零件的事了，你跟这些零件无关，先从这样想。你是空性嘛，你是如来嘛，如来怎么里边能包开这些零件呢？只是这些零件只不过是在人道的写下需要的嘛，是吧？那零件要瘸，众生就觉得你瘸了，是吧？他这些零件其实对你生死影响不大，对你轮转啊这些生死其实是你自认为它很重要。就是众生执着这些东西，你先把这，我是说你先这样放下，他就是这样，就先利用这个，先这样修啊，因为你不管怎么想，总觉得还是有好啊，还是这个你我现在没有了，总觉得自己没有了，你甚至想长出来，甚至你这去想象，比如说我这块不好啊，那么我坐在那儿打坐的时候，我想把它转成个好的。你都有个病相，知道吧？所以其实真正的转是你如如不动，它自然会转。你的心的光明呈现出来，它自然那个病会转。如果不能呢，你是有些东西是业报，你未尽啊，你该受的。一旦你听闻到佛的第一谛的时候，这些东西，如果你真的修正的话，所有的东西不是障碍。但是你在中西医这就很重要，是吧？它是佛，什么叫最高真理啊？你要听闻到最高真理了，所以佛法难闻嘛，一旦听闻到最高真理了，你已经不会在意这些东西。你先把这些认知放下。只要你坚持修，这外境内外境对你的影响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。你现在我说你教给你个方法也没用的，你在那乱想是吧，你在那乱想，你各种答案，你苦还是苦嘛，是吧？你说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我心里还是不开心呢？是吧？没用啊，你用不上，功夫用不上，各种，所以你只需要继续修正就行，修定力啊，修无分别境界啊，就这样修，慢慢内外就影响上。就像我自己也是，因为我在生活里边，我也得过病，也住过医院，也面临过死亡，所以也在生活里面也结过婚，离过婚，也婚姻失败，所有的一切都遇过。但所有的问题，这心灵鸡汤的东西很多，哲学的东西很多，心理学啊什么，你从哪个角度，暂时的释然也有，就突然觉得心里释然一点。我觉得所有最后都没有力量，都坚持不了多久，你就又陷进那种烦恼里边了，是吧？而且你总会觉得你这
你病就是还是希望健康嘛，就是是哎，那个内心就是说，还有就是说，就很多，但最后真正起力量的还是你的定力，还是你坚持修的那个功夫出来了。突然这些东西对你影响不大了，哎，随着你修正，也许前一天还影响，第二天就不影响。他病也罢，健康也罢，是什么不是什么也罢，这些就像说别人的事，知道吧？但是有条件，你该吃药就吃药，该转就转。但是你就不会被他影响，你的幸福指数不会被他影响，知道吧？不会说身上缺两个零件就影响了你幸福，知道吧？那都是六根六尘，佛说是个幻境嘛，是吧？他怎么能影响你的真心呢？啊，你就不应该被他骗啊，被他影响。嗯，先从理论上建立这个，慢慢修，随着你的功夫一点点建立定力啊。其实定力不能够，只能抗衡，但是定力起来的慧观，因为你定你就起智慧嘛，你起来的慧观，你就会看到内外境不受影响了，你就会解脱，那种智慧的关照会解脱，让你因为觉嘛，觉醒嘛。嗯，就像开始我觉得那块有个绳子，我说它是个绳子，你怎么看它是条蛇是吧？就算它是个假的蛇，你也觉得这么，我一看它心里就紧张。那总有一天你会自己看清楚它是个绳子，你就再也不会被它影响了。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自己是大解脱，你就不会受影响，是吧？然后很开心的跟别人说，我缺两个零件只不过那个汽车就叫缺个零件嘛，我也挺这是吧，开的挺好嘛。大家也不过就开一百年嘛，你也开一百年嘛，是吧？而且你还很幸福的开着，是吧？他倒是零件不缺，他活得很快很苦恼。是吧？有啥呢？也没什么，这也没什么遗憾的。缺俩零件要能了点逆缘了了算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反正我们会生老病死的，是吧？大家都会病，都会可能有死亡，都只不过是我们这一世是遇到了这样，上一世可能遇到的是其他事，生生世世大家就这么轮回。嗯。就是好像能够跟他分离开了，那是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？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他分离开了，你不要在乎他身体的接受，你就分离开了，不要在乎。哎，他一定会内境外境的，我们闭上也不内外境先屏蔽了嘛，内境三马冷胀头绝受啊，这些东西有时候会忍无可忍的，比如腿疼，那忍不住就伸开呗，是吧？这也不代表什么，是吧？但是我会对自己的身体角色有种种定义嘛，先不定义呗，先你不定义他就跟你扯不上关系，你都给他下定义了，他就是我的，那不是扯上关系，我的肝，我的心，我的肺，我的，这不扯上关系吗？是吧？你先不要扯上关系，先不定义，如如不动，先沉静下来，或者观想自己是光，不要想哎呀有光明就会有黑暗这种事。是吧？大家都是二元对立的脑袋嘛，是吧？有光明总会有黑暗的嘛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身体如果我们的这个六根，虽然我们是这个六根跟我们真的没太大关系，或者说根尘幻境嘛，但我们借假修真的时候，那这个身体还是蛮重要的，还是大家尽量的珍惜，别损坏了。但是说，如果是说我们已经损坏了啊，说不管是宿世的缘分导致的，还是这一世我们切身的弱。啊，或者是突然传染了，或者得什么病，那我们尽量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跟别的人，就是对名利啊，或者其这一方面，多清心寡欲，多修养，哎，都不要拼搏，不要人家工作十八个小时，你也工作十八个小时，你如果自己的身体不行，就多休息，多保养，知道吧？嗯，不要不甘心。反正每一世大家都在了缘处理自己有啥的，是吧？嗯，有时候很伤心的是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，别人就不是这样，千万别这样想，我就是这样，独一无二的，呵呵。实在不行就安慰自己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，是吧？虽然不知道大任是啥，是吧？就活的。这是个幻境，你要相信佛说的话，别那么较真嘛，是吧？做个噩梦有啥呢？就是个噩梦。
但这个能够轻松地坐在那，真的从内心到外认为那需要好长时间的修正，否则只是个理论啊。回家还是很低落，还是不行。有那个肉是飞往空瓶刹的这个心，有，神秘都有，都是化光嘛，都是化光。好像是不是化光就是，就是真身就。对，它真身就消失嘛，超光速了，飞走了。就真的有啊？有，但太少见了吧？有，真的能够练到那。你看，传说莲花生不是就这样吗？就是真的是从莲花中的生出来。我也总觉得他这个父母生这么年轻能证的，这个太少见了。人家说是从莲花中来的嘛。好像就只有他一个，其他就没有。记载下来的，我看过的比较可靠就他。你看孙悟空是七十二变很厉害的，他是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嘛。我就觉得他不用这些从花里边石头里边蹦出来的，就不用去情欲这回事啊，最起码情欲啊这些无明有些东西他不障碍嘛，我人力有的弱点他没有啊。